Cooten Girls 乐天女孩副队长的 Kimi 张雅涵，娇小的身材在球场上应援，却从来不担心存在感被其他长腿辣妹比下去。身材深藏不露的她，日前在辣年高趴穿着小背心表演中场舞，凹凸有致的曲线惊艳球迷。超胸身材被网友戏称挑战小真奶，也间接证明雅涵的好身材有目共睹。一路走来认真对待事业的雅涵，之前也在网络节目异想天开大方分享小时候的生活和求学历程，意外的小故事也让网友大赞认真坚强的雅涵最美，真情流露让人不忍鼻酸。白河他是台南没错，可是他离台南是很遥远，所以你不算台南人，因为这里以前是台南县，可是后来合并成为台南市，所以我们这里是在台南的最北边，离嘉义还比较近。多近？嘉义大概20-30分的。所以你其实是假台南人真嘉义人。对，算是，因为我高中也读嘉义。我觉得我的家乡就是一个起床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，然后可以听到很清澈的鸟叫声，安静的地方。对，如果想要度假或者是逃离一些比较太繁华热闹的地方的话，我觉得我家是一个蛮好的度假选择。一年级到五年级是在台中读的，因为我们全家有因为我爸爸工作搬去台中，然后后来因为台中是住高楼大厦，所以我阿嬷身体比较不适应，所以我们后来又搬回来乡下，然后就只有我跟我弟还有我阿嬷。那你以前怎么上学啊？我以前都国小的时候骑脚踏车，然后国中、高中坐公车，小学就骑脚踏车，小学好厉害，很独立，算独立，很独立啊！我都是走路或是坐捷运。你们认识我，不就觉得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？是一个非常我就是这样造就起来的。来喽，来到我的国小了，有变比较市区的感觉，有，所以比较多色彩了。真的，但这里也不是白河市区，竹门国小，我就是我因为我一年级到五年级在台中，然后我六年级回来读这一间。六年级，所以你只读一年而已。对，你们下雨应该不想下去走吧？我不要，是没有很想看看就过去，因为感觉也不大，对不对？确实不大，你就看我们这个小乡镇会有多少人来读这间学校。也是，对啊，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的人数也不多，忘记了班级数。那现在一定又更少。对啊，对。你有吃过清冰吗？没有，是不是很少？什么是清冰？清冰就是它就是没有加任何的料，然后没有加什么牛奶、炼乳啊，都没有加，就是冰块，就是单纯一点，有点像搓冰的那种。我知道，就可以吃到这间店的基底。对对对，基底。然后它的清冰吃起来就本身就甜甜的，它应该是有加一点小糖水，就是它自己的一些配料，他们自己的配方。那你都吃什么？我们要点什么？我就是有时候小时候都比较常吃清冰，但我建议你们可以点有料的，因为他们有料也蛮厉害的。我有料的话，我会想要吃布丁牛奶冰。很小孩子的选择。对，这就是最基本最传统的，你知道吗？怀旧的味道。那我要草莓牛奶冰，上你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没有让你们失望吧？没有介绍的那个。我觉得它的味道真的很特别，就是我说不出来是什么。它的基底，对，它的基底，就跟台北真的差很多。台北就是真的没有味道那种。台北应该就是冰块而已吧，就是搓冰。这个也不算搓冰，因为有点像绵绵冰，然后也不是绵绵冰，它很细，对，它很细。那像我的话，我只要每次要回家，我都一定会经过我的国小。那你就会来吃？我会来吃冰，但不会进去国小。其实很少人会回去国小啦，真的。对啊。好羡慕你们哦！我小时候都吃那个布丁雪糕，就是便利商店哦，就是你那个很像那种。那你小时候的那个回忆就是布丁雪糕？还有我学校对面有个麦当劳，好无聊哦！麦当劳台北人好无聊哦！对啊，我们就是这样啊，我们吃麦当劳还有布丁雪糕长大的，跟你不一样。我是这我们白河没有麦当劳啊，我们白河市区也没有麦当劳。那要多远？你小时候都没吃过麦当劳哎？对啊，天哪！所以鸡排就够。所以我以后长大吃麦当劳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，好感人哦！这里没有麦当劳，真的没有哎。我们最近要到新营，我来台北奋斗最想下的时刻应该是节日的时候，对，像端午节啊，或者是吃汤圆。
像吃肉粽这种节日，我阿嬷以前其实都会备好，就是哦该吃肉粽，他就准备肉粽给你吃，然后汤圆他就会煮给你吃。但是因为我现在一个人住在台北，就什么都要吃外食，就会很想念有阿嬷的时候。然后以前在家里，其实阿嬷也都会帮你做好好的，比如说切水果给你吃啊，然后还担心你穿得不够暖，或者是帮你洗衣服啊。但后来发现一个人去台北，什么都要自己来。有听过泥浆温泉吗？有啊，可是从来没泡过。没泡过，你也没泡过。没有。这里是关子岭，泥浆温泉是关子岭的特色之一。对，来了一定要泡。来了一定要泡。你看，我带你们吃汤阿给，吃完之后来泡温泉，是不是很舒服？现在都流汗了。看到了，我很容易流汗的，真的，但是真的很热。我超喜欢泡温泉。嗯，你小时候应该就红了。19岁，那你那时候应该是校园红人吧？嗯，高中的话其实还好，因为你也知道，就是我是一个很闷骚内向的人，然后我不会主动去跟别人 social。然后，而且我高中读的是美容科哦，竞争对手多。我那时候的美容科只收女生，比较。我觉得我有一半是因为被排挤之后，所以出社会又更闷骚、更内向，更不会去外面交际应酬。对，所以是被谁排挤？就是我们班上的女生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做美发，我们是那种技术嘛，然后我们都会比赛，就是有时间，可能卷头发会有时间，然后我那时候是班上第一名。哦，啊，你看这种长得漂亮，然后成绩又好，然后又不跟人家讲话，我该被排挤。对，这我最讨厌。哎，他们排挤很可怕啊，是真的会让你心灵受创那一种。怎样？因为那时候是即时通年代，然后他就会创一个即时通的群组。然后就是会大家都在里面骂你这样，然后而且在课堂上就是老师还没有来，然后你都不知道。嗯，我当然知道，我被加进去啊。你被加进去，我被加进去。他在里面骂我，好没品哦。对，然后而且他们有就是有那种就是在课堂上，然后老师都还没来，然后就是很安静的时候，因为你知道就是这种女生班级里面会有几个带头的大姐，对对，然后就有一群一群这样，然后那些比较乖的学生或者是平常就是其实也没有对你不好的学生，他们也不敢反驳他们，就盲目跟随。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会在课堂上攻击我，因为我的名字像雅涵，就是可能涵会有一些比较色情的名字，有对之类的，然后他们就会用这种来攻击我，就是在课堂上开你名字玩，对，然后大家都听得到那种，好过分哦，这个对，然后开名字玩笑很过分。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也不是可以开得起玩笑的，所以就是我就蛮决裂，我就把他那个骂我的话就即时通我都截图下来，然后我也没告诉我们班导，我就直接去找教官，我说教官，我这样可以告他们吗？哦，你好厉害。然后后来教官就说可以啊，可是你还是先就是让我们班导知道这样。然后后来对，后来我就让这件事情给我们班导知道，然后我们班导就说哦，他要去跟他们个别辅导这样。然后等他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本来要转学，就是我快已经做好要转学的准备，然后要告他们。所以你是因为被排挤才想转学？我是因为被排挤才想转学。这么严重哦？对，然后因为那个心理很不舒服，压力很大。对啊，然后后来老师就是辅导完之后，他们都不敢再做这样的事情。对，所以你是会反击人？我会，我怎么？我有一颗坚强的心。嗯，还是因为被欺负过，所以变得很就是，就有可能很会捍卫，个性变得很独立，然后就是很懂得怎么捍卫自己。对啊，然后后来我对交朋友就有点阴影。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朋友相处。我很容易自己会有尴尬癌。就我觉得跟你们后来跟你们变很好，我觉得是一件很。非常非常神奇，对，很神奇的事情。因为而且你看你们这个小圈圈，你知道就是我们同个领域会有竞争的那个感觉，然后我就觉得哎，我们就是都不会有这种互相想要竞争的感觉，然后我们都希望对方可以很好，就是是真的真心的朋友，希望呢我们的友谊就是可以一直这样持续下去到长很大这样。家是别墅哎，也没到别墅吧，不用啊。这就是你房间吗？对，很厉害吧？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这个这边的门是我爸锯开的。什么意思？因为它是一片木板，它是其实是隔着的，因为那边是我弟的房间。然后因为我这边其实有一个门在这里，但因为这边的门就是很容易会有蚊虫跑进来，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门封住。然后爸爸就为了打通一个房间，他就把这边锯掉，然后自己做一个门。所以外面是你弟弟的房间。我弟跟我阿嬷以前睡在那里。对。然后要经过他的房间才会到你的房间。对对对。他的房间在最里。对，可能我过年回来的时候，因为爸爸跟弟弟都回来，所以我也只能睡这一间。你还是会回来睡这边？对，所以我爸爸会帮我清一下啦。对，他会先帮我清一下。我外面客厅挂了一个那个
牌，嗯，那个匾额，你看到吗？嗯，那是我没法以及的匾额哎。你们知道考没法以及有多难吗？哦，哇，那你成绩真的很好。那你会按摩头吗？会，我按摩头超舒服。我随便按一下，真的假的啦？你就会觉得很舒服。哇，好期待，好羡慕哦。就是，你知道吗？要按。按了就会知道，我是真的会按摩的人，真的。比前辈有教这个，我们会，就是你去做美发的时候，他会教你怎么按，因为你每一个客人你都要按。嗯。可是现在台北可能很少会按。对，现在很少，现在都不按。对啊，好舒服哦。然后就是，你看图立自己，因为我们洗头发也会有按摩。嗯。然后就是你看这样随便按都很爽。人家从没洗头。我有好不好？那你跟阿嬷感情好，应该很好吧？我跟阿嬷就是我出社会之后感情有变比较好，嗯，所以你在家的时候也没有很好啊，就因为他太重男轻女了。啊，因为你知道，就是老一辈的人观念就是比较重男轻女。那你曾经会讨厌阿嬷吗？有啊，我以前很讨厌，就是读书的时候还没有到很成熟的时候，就觉得就我心里就会觉得很委屈。嗯，以前就是念书的时候啦，就还，可是现在因为长大了，然后就是。因为我在外面就是也有赚到钱，然后因为现在都是我在寄钱回来给阿嬷，所以我阿嬷可能就是会有一种，她有一种心态，就是我会觉得比较爽，她可能觉得说哦，就是我出去赚了钱，然后回来就是有养她什么的，她可能就是没那么重男轻女了吧？她觉得你有成就这样，对对对对，我觉得你阿嬷还是蛮骄傲你的，对啊，因为她刚刚跟我们分享说，然后她说她小时候2岁的时候就是在教你唱歌，然后你跟她说长大要去当歌手，然后她现在真的当了，她很开心，现在达成了，我还是觉得刚刚听那段很感动，很感动。因为我阿嬷就从小就照顾，因为我2岁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就离婚了，对，所以我2岁对，然后我就开始都给我阿嬷顾，然后就算是就是都是她在照顾我们的，虽然说就是，所以她其实算是你的妈妈的角色吗？对，有那个感觉。对，所以其实我母亲节都会就是还是会包红包给她这样，所以她就像我的妈妈一样，现在的我会想要跟18、19岁的我说些什么吗？应该是就是会告诉自己不要害怕吧。想哭了，就是，因为很辛苦，然后就是高中时期就是也有经历不好的时候，然后我也是因为这样，然后去刺青，就是提醒自己可以，希望自己勇敢一点，然后就是我会希望告诉自己就是不要害怕，就是勇敢就往前走就对了。